这太阳花的籽就在那个盘上，所以就叫做盘。我们先画几个圆形啊，往不同的方向啊放。也就是说，我们也要疏密相间，有呼应，还要有三三两两那种基本的原料有。那个珠标在这里再调一调，所以那个碟子呢，这样安排呢，就是中间这里给你调，然后也调的时候，为什么要用磁碟呢？也是让你知道那个水分有多少，所以你要控制那水分，不要太干，所以要太湿。刚刚你这样，啊，乖乖，刚刚有一层淡淡的水，它的盘，然后呢，我们就画它的花瓣，这样。可以也侧封，让它有多样化一点。这个大大小小，就是好像你画那个牡丹，把它展开来画一样。它都是一层的那个花瓣，一层的花瓣。最好呢，就能够把它画的啊。多样化，这个圆形的那个多圆形的这个花盘呢、啊，就让你一个根据。但是你画那个花瓣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那个盘破掉啊，盘破掉，或画至少有一半把那盘破掉啊，它不是圆形的，到时候。而且这些花瓣呢，有些重叠。不要把它每一半都分开，一些重叠、哦、也可以一些半大长，一些半小，这样的话就有参差。老师说的要吃有参差，Not everyone the same size. Some small, some big.Some have to be long, some have to be short. Okay? So that's how, what do you mean by 参差? 有大有小，有多有少，啊？有长有短。有些可以画侧锋，有些可以画侧锋，而且方向呢不要太过刻意啊，不要太过刻意，这样的话你画那个向日葵呢，它的花瓣呢就比较有多样化一点。 Some short, some overlapping, some longer.一点胭脂 ，OK， 胭脂，然后呢，在这里调点深的紫色，深的紫色，深的紫色，再调点紫色过来，哦，调成这种紫色，就是先画它那个花盘，它花盘呢就好像有点好像面包。哦，你们的就像面包一样，它是圆形，拱起来的，拱起来。点它的纸，用个实例。
或者用其他的颜色都可以。我有啊，颜色都可以。现在点，随便点。这个花盘也就是花心嘛，对不对？花盘、花心，所以它旁边呢，这里呢也是有点那个花蕾。花蕾。哦。啊，就是它雄性的那个花，雄性的花蕾。其实如果你要画这个画的画的好的话，也是要去一长二短破啊，一长二短破，这样的话它就不会这么齐啊，一长二短破啊，或者一短二长破，这样中间呢也是比较深，所以我们也用墨啊，这样点一点，你看这样就把它那个啊，面包蹄，它知道那个中心就在这里。你看，它那边是凹下去的，它也有花籽，但是凹下去，它整个好像蓬起来，但是中间好像凹下去，对，都呢，都呢，中文叫什么？早餐甜圈，甜圈哦，甜圈，对对。然后呢，我们还要勾，有些人不勾，呢啲画唔画噶？呢啲因为佢俾嗰啲花遮咗，你都系画嘅。因为被那些花板遮了，花板遮了的、啊、花板呢是这样上的，来花板，现在我们就把那个花瓣勾，这样的话就 更好看，还要割啊，这样、这样勾，有些方，有些花瓣一页一页的，所以远远看的话都是这样、你们以后看那个太阳花，对不对、你看比起那些不够的，好看多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都是有某一个步骤要都要做，这样的话那个花才好看。有些重叠，而且那方向啊各有不同，总体上它不是圆的，都是一切的，对，也是跟那个牡丹一样，都是有切，有切才好看。荷花那个荷叶也是，对，我们都学过，都是要有切，不要太过整齐，正方形都不好。那这样的话，你看这五朵花就比较立体啊，而且很突出啊，而且每一个呢都是有中心，像啊方都有了。Always start with I first 啊。Okay. And then. V 啊。是每次都画一个 V 字的，你可以有留白啊。这个是母鸡，先画母鸡。今天母鸡啊，先画母鸡。碰一下朱标啊，最好一点朱砂。哦，调，调了之后呢，笔尖还是要这加多一点红的那个。这个调好了就是叠上调色嘛，对。如果你在笔尖上蘸了颜色，不没有再叠上调，就变成纸上调色哦。这是不同的方法。这个母鸡呢，它的眼圈也是红色，眼圈红色。耳朵这里也是有点红色，耳朵的耳垂比较小哦，耳垂比较小，不要画的好像公鸡那样大。它的嘴下的那个肉髓也是比较小啊，也有，不是完全没有。耳垂啊，耳垂也是比较小。它的那个机关也是比较小，最好能够把它画成啊，中间有一个脸目也可以啊，不要把那个红色太过
验了，然后它的在这个垂眼圈这里接点点有墨的色，点点先舔一点浅浅的墨，把它调成浅色的墨，最好是白色碟子，这样的话你知道那个墨色是什么颜色。我们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墨色在纸上是怎样，就随便下下看可不可以。好，应该差不多。这样的话我们就在这个它的脖子，坐坐下坐下，用这样一点一点的画上去，这样的话它有点空隙，但是基本上就是慢慢的把它的那个身子、脖子、翅膀都形成，它有某一种规律你们有规律看，都是标牌在某个地方排齐成整齐的。Is that a pattern? Yeah, that's a pattern. So you have to always consider this is a feather, right? So the feathers, you know, pattern. No, the pattern. Yes, the pattern. That's a pattern. All right. So here, the neck, see? Yeah. It's always circle. See? Circle, look, circle. Yeah? All right. And then the back also.Certain pattern， 这样把它的那个形状先排列出来，用这个单色先排列出来。这个路画的花样好像有规律性的。当然就是我现在就是讲的规律嘛，对不对？就是讲它的规律，就是它要有规律的排，大大小小的。把他的这肚子、这个胸的地方都要排列起来，然后他的尾，他的尾巴好像扇形这样。This is the tail. This is the the sub feather, the tail sub feather. 腹羽。它的腹羽也不是好像公鸡这样，你要一条一条，它也是这样比较硬。它的腹羽是比较腹羽。How big is in real life? How big is it? Is it like a rooster size or is it smaller? Slightly smaller. Slightly smaller. It's a very cut. So he is spending more time cutting than he filming, you know. So draw the V shape first. V shape.Draw a shape, and the outline of the eyes, and point out from here a straight line. Okay, so basically this is the eyes and the mouth. Right, the mouth can open a bit longer. 这样，先把它眼圈的红色。出来，耳朵有一点白，耳垂，他耳垂胸肌是这样，胸肌，他的耳垂下垂也是很大的，下垂要大，而且要夸张的大，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画画嘛，就是要把它夸张的画的大一点，其实真正的那个。雄鸡有些品种也是很大的。冠，上冠，上冠，要很翘的，高的很。翘，一般是五列五列那六列左右。五刃。由短到长，还要高一点。这样长，丝一丝的 ，OK。它胸的毛有些好像侧须有点
它这个芦花的形状，有斑点，芦花的斑点的，要像胸。其实它这个是它的肚子，它的胃的地方鼓起来的。下面呢就是它的胸，有它的排，它的排骨啊什么就在这里。它的胸呢比较黑，要训练你们就是要控制那个水跟控制那墨的颜色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它的吃，它的那个翅膀也是有规律的排列的规律。翅膀比较小的羽毛，芦花，芦花比较硬的羽毛，就深，比较更深的颜色。你看有几种不同的墨色，它的背也是很比较长比较软的毛，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它的复原来的。那么我要知道它的肤色点从哪里开始，那个整个鸡，然后我们吃鸡的都知道它这屁股在这里，尾巴嘛，对，这是它的个屁股嘛，所以它的肤羽呢就是把它覆盖着的。比这个深色，你看比它背深色，它背深色，这样长长的随着它的那个第二层的尾巴的羽毛你看鸡毛走就是用这种毛，你看对它比较软，但是它这里是比较硬的So tail, secondary tail feather and tertiary tail, so you got three layer feather. So this the wing also, you got primary wing feather, and then you got secondary and then third tertiary, so you got three different type of feather. Rooster, but, is this the same? Because we draw a very colorful rooster, is it? Yeah, is it's the same. Feather, same? The feather is the same. The feather, the pattern, the feather is the same. 花鸡的尾巴不像一短那么厉害，二长，三破，对不对？如果你照着这个形状的话，你的尾巴一定不会错啊。所以你们这瞎瞎的去画的话，就变成了那一堆乱草了，对不对？跟来画兰花是一样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不根据那个规律去画，一短二长，三破凤眼，是不是很好看？对不对？不好像一堆乱草这样，你要画成了乱草。而且你要注意，它这里比较硬，这里才是软，跟蓝草的也差不多一样，看，硬，软。才会弯嘛，对不对？如果你整个都是这样弯的话，它整个是很软，所以你画蓝的也是一样，它一定有一些直线，然后才去弯，对不对？所以教你们也要教你们道理，要不然的话，不要瞎瞎的去做。这个它的腿，基本上完成，但是呢，现在我们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加它的斑。要不然跟其他鸡一样。OK， 这呢是生的墨。然后我从它的尾巴这里开始，如果从尾巴这里开始，我下去的那个墨呢就是胶，一直会去慢慢变成浓，慢慢变浅。慢慢到了这里的话，我点的时候，那个墨是就很浅很浅。所以要这个怎样去利用，就是一支笔点一次墨，
点一些水，能够把不同的墨色画出来啊。你看，就这样啊，点它，每一颗羽毛，你看它的芦花剂就是这样，它都是每一根羽毛都有一点一点的啊。其实你们买那个啊鸡毛走的话，有些也是用芦花鸡，黑白色的那个就是芦花鸡的羽毛，它就是这样，都是有那个点的斑点啊。每一颗羽毛可以点，你看这里是很深色，点到这里之后，你的笔的水已经下去，就变成比较浅，然后浅色。芦花出来了啊！芦花出来了，这就是芦花。What is 芦花？啊 ，licast cast skin。你闻到了 ，you know， 啊 ，flower like glass， like la lang， more like la lang in Malay。这样你看，慢慢的你从深色，然后我点到这里，它的颜色呢也是比较浅了，对不对？然后继续这一点，点那个比较深色的那个毛，啊，点深色的毛。当我在等点到那个浅色的毛的时候呢，我的墨色也是比较淡了，对不对？嗯。啊，这样的话我点上去。如果现在我点上比较深色的地方，点点它，每一只条毛都是这样点，不要随便的啊，点出那个线外啊。So you do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because we already had the background, so you don't dot, simply dot so that they are all arranged in order, huh? In order, alright.Dark color one, so from dot until the light color, 从深色点到那个浅色的话，你看这整个鸡都有那芦花的那个点了，花点了，是。出来，所以点的时候也跟着那个毛的规律这样点，就不会乱。来，各个公鸡的形状画出来了、啊、这个尾巴，然后尾巴，母鸡的规律呢，就跟那个公鸡的规律不同。So the hen and the rooster, you know, the feather patterns are different, alright? So the dot.It's more like, you know, a line. 啊，它这个点呢的时候不是一点一点的，而是啊长长的线，线条，线条。每一个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的点起来，而且你看它有个雪圆形，对，基本上是。是那个啊鸡的形状，鸡立体的形状。那个笔跟上的时候，去再补一补，补一补啊就行，就行啊。昨天我在电视上看的一个奴也是，这个比较点，他头上点比较密啊，这个比较密，珍珠鸡，珍珠藤花，眼睛把眼睛画出来。这个公鸡的上鸡冠还可以再稍微大一点，可以。这个我们可以你整张画画好了之后呢，
也可以收拾一下啊、哦嗯哦，收拾一下。你觉得那里不是不是不够画的不够，要去啊？啊，调整一下。因为它这种的芦画漆，它一般上的脚都是黑色哈、啊，也不用太过什么。嗯、啊。Are you saying that they have black feet? Yeah. Usually the feet is more black, darker. Alright. Is that flowers black feet? 嗯，有些地方呢可以加点墨色，把它啊再突出一点。这都是最后期加工只需要的啊，将去把它用墨色，嗯，把它再勾一勾，鸡。So a bit different approach on the chicken. A little bit different. So not like so got you know a bit different. The neck and the back and the wing and the chest and the stomach backside. Always control the water.这样的话他就而且很一般上的人都画得很随意、哦、就是这样这样他每一颗每一颗上去啊就是啊一朵花啊每一朵说上去好像牡丹这样很多分支他就一支上去就是很多椰子啊而且 也不会很多层只大概只有一两层那个椰子很大片的椰子、哦、所以也不用画的、太多只有一两层也可以很大片的椰子 go right from and then the one flower one stem one flower with about two layer of leaf that's all、no? on topAll the leaf at the bottom, usually they just drop. 只是大概两层这样，两层的那个椰子，就是这样，很少的。